宙中拯救世界的是超人，拍片现场的则是制片。我是小颖，今年是我当制片的第二年。你问我为什么想当制片吗？因为我想当那个无所不能的人。哎、欸、姐，啊，怎么了？女人来了。没错，你好，那你先带她去说话，快点。只不过是来探个班就搞成这个样子，你要我之后该怎么相信你？还有啊，啊，出事了！但负责挡车挡人的助理呢？一个小时了，我滚，再等滚。啊，大家开工了，快点快点开工了哦，快点拍片的每一天只希望平安顺利就好，这不是多远大的理想，但这是身为制片永远的梦想。